区模范母亲表扬大会一开场，基隆我爱舞推广协会带来性感的中东肚皮舞，为活动暖身。一连多首舞曲，炒热现场气氛。安乐区获奖26位模范母亲，一一上台接受基隆市长谢国梁、议长童子伟表扬。其中，英安里曾蔡景软女士，高龄94岁，服务教育界超过40年，年轻时为家庭教育付出，家庭和乐，荣获安乐区模范母亲代表，接受全市表扬。哦，她是属于自由的，你知道吗？很自由，就让子女他们去发挥他们的所长，然后对我们都很好。对对对对，不会有什么拘束，也不会限制我们做什么，因为她本身也很喜欢很。崇尚自由的女性，然后她都自己都常跑来跑去啊，到世界各国去玩。教书40年，那这个也曾经到日本啊、去交流。她本身日语能力也相当强，哎，那很刚好又住在我家楼上，哎，那非常巧的哈、哦。哎，小时候她曾妈妈也住在我家老家的后面，哎，真是非常有缘啊。那今年子女个个非常的成才，哎，他的为人处事啊，教育小孩的，教育小孩非常的严格，非常，而且是从各方面哦，他的家庭方面都非常的圆满。表扬大会上，基隆市长谢国梁一一唱名，表达最高敬意。议长童子伟致辞时，也向全天下的母亲预祝佳节愉快。安乐区的母亲节活动，那也感谢这些模范母亲们，所有的妈妈们对于平日家庭的奉献。我家也有3个母亲，我非常感谢我太太、我岳母还有妈妈，啊，尽量这个周末6日也都陪陪她。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陪陪自己的母亲跟家人。今天非常开心来到我们安乐区，我想安乐区在简义德区长领导之下，这个里长都非常的团结，气氛非常好，所以今天度过了一个非常温馨的母亲节颁奖。那我想我们安乐区的议员也都共同来祝贺，那大家也都跟这些母亲们献上最诚挚的祝福，非常感动也非常开心。借用这个机会，代表基隆市议会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，大家天天开心，天天美丽。五月光辉的母亲节到来，市政府在7个行政区举办母亲节表扬活动，要向全天下母亲表达最崇高的敬意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。